手晃动，机车龙头一转，逐渐向内侧车道偏去，一个重心不稳，男子重重摔在地上，头部刚好就落在后方行驶而来的轿车两轮中间，疑似遭到后轮碾过，男子顿时倒地不起。轿车驾驶焦急地下车，发现男子一动也不动，拿起手机通知救护车，弯下身去查看情况，看到男子就这样倒地不动，约有三分钟左右。啊！哦，闯红灯！天哪！又来了。